非常的积极，穆苏给他的账单他也不怕。啊，院子小，院子一大我们就找不到他了。今天北京的温度才最高17度好像，所以今天还算好，一热他就不出来了。他已经连了3-4天没出来了。哇，又是你帽子又戴到了。哎呦，我上口气了，真的。哇，要越狱吗？难道也用这个去越狱？这怎么穿一个小时来？用这个越狱。我来喜欢绿帽子。看蒙男是不是要用这个去越狱？把这个垫脚。哇，果然是垫脚。太厉害了，蒙男是用这个越狱，哇，太名场面了。